想专注的时候会流口水。真的真的，天天洗鞋，天天洗鞋，一个男生天天洗鞋。没有啊，除了脚不好。唯一的怪癖就是太黏我，行吗？我还没有考过呢。特别爱学习算吗？特别爱学习。你好，你有对象吗？有啊。那他有什么怪癖吗？好像没什么怪癖。我的前一任就是洗衣服的时候疯狂的搓，然后把新衣服就能搓烂，然后就是特别的龟毛，然后就分手了。好油呢。爱咬人算吗？爱咬人。他非常爱咬人，随时随地无时无刻。这个就是爱咬人。是，他就是喜欢咬人的感觉而已。根本就是特别能吃肉，特别能吃肉，不吃肉，不吃肉，不吃肉。怪癖，不穿衣服，裸奔。有啊，就是，比如说那种就一天巴不得换四条内裤的那种。享受最后的自由时光，单身也挺好的。你们单身，你们活该。对单身的，对我俩，其实谈恋爱还是挺好的。哦，扎心了，老铁。单着吧，希望他们幸福吧。没有，反正我不是。尽快找对象，脱离单身狗啊！百合网呀、啊，世纪佳缘啊，朋友介绍啊，都可以啊。老师说的，老师说的。哦，你们介绍对象吗？介绍。那我有对象吧。能打码吗？你们可以，前面的打不打？都打。那行吧，就给单身的公狗说一下，照顾好你们的女朋友，然后对单身的母狗说一下，请坐。你就好好过节吧。我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了，七夕快乐，祝你们都分手快乐，反正你们肯定都没有我快乐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是情侣吗？我想哭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。早分早解脱。哎呀，我想说一句不好的话。可以都可以都可以。祝福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。好。就是过这个节呢，通知情侣们，就是让他们去给给那个牛郎和织女去搭桥的，他们就是去。结婚20多年我都没追到一个，你居然给我一天时间，你搞笑了吧。